右腹部，刚才右腹不痛啊，右腹不痛，右腹不痛，感觉看到一片漆黑啊，一片漆黑看到一片漆黑了，慢慢天空当中出现了一个沸点啊，在我腹部啊，到了我这边。在腹部摩擦的，就像那个砂轮一样摩擦了几次啊，摩擦了几次，然后啪一下子，把好多的那个擦脏器扔出去了啊。他扔出去之前要脏点我的最新的信息在里边，所以在我这边停留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哎，好，哎，哎，好的，哎。